来上车，来上车，来上车，上车。好了好了，多痛了是不是啊？你上车，你上车，你上车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跟你讲话，不爽跟你讲。我开导我，你可以不要再这样生气了。你这动手动脚是怎样？你要推门的时候开导我了。那怎样啊？你可以帮我把音乐先暂停吗？你先暂停一下好不好？因为司机现在他跟你有纠纷，所以他现在要拒载。你可以推小力一点，小姐。小姐，下面跟你有。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跟你讲话，不爽跟你讲。我开导我，你可以不要再这样生气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自己心情不好，我心情不好吗？你这动手动脚是怎样？你要推门的时候开到我了，那怎样啊？